今天就主要就是讲一下，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拍照的一些心得这样子。主要我大部分是我拍的，其实都是那个风景照，所以呢，风景照是我的擅长。我会拍些人像，但不是会经常拍的。所以今天讲的主要呢是讲是以那个风景照为主。然后呢，今天讲的东西呢是一个 open discussion， 所以呢，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都随时都可以提出来，我尽量回答大家的问题。后面讲话，我讲话后面听得到吗？听得到。所以我就说 landscape photography 101，就是这其实就是个基本课程，基本上很多基本的知识先讲一下。什么是摄影？其实摄影是两部分，因为呢我们是用相机拍东西，所以很多时候呢，其实摄影呢其实是一个技术跟一个艺术的一个结合式，但这两个呢都结合在一起才会拍出好照片出来，是。就比如说那个小孩子教科书里面吧，你如果看他拍的动物照片，他的本很清楚的，很 sharp， 是不是？但这不一定算是张好照片，就是他技术过关了，但这不一定算艺术照，是，因为他那个有可能光影不太好，背景有可能不够模糊，这都是有可能是一些问题造成不上艺术照，是。反过来说，有一张照片，那颜色什么都弄得很漂亮，但是同样的，他如果技术不过关。比如说他那个该清楚的地方不清楚，或者该模糊的地方不模糊，或者光用的不太好的话，那也可能也是只是一张，就是一张艺术照，但并没有说是那张好的照片。所以摄影这个东西就是说是因为有相机在人跟风景之间，所以它变成了是一个艺术，就是一个艺术跟一个技术一个之间的结合式。上半场的话呢，我就会先讲一些关于技术方面的东西，然后中途的时候我们可以休息10分钟，然后我再会把那个下面的艺术这一部分我再讲一下。先讲一下那个器材吧，因为我觉得这个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人家一般都会看到一张好的照片，第一个就问题就是，哎，你用的是什么相机，用什么镜头，是。所以就先讲一下器材，是。What's in my bag？就是我的包里有什么东西，我包里就是两个相机，一个是 D700，另外一个是 D200。D200其实是我的 backup， D700 其实没问题。所以如果真的出什么问题的话，我还可以用我的 D200来拍，都已经蛮老的相机是。三个主要镜头，是一个是14-24的 wide angle， 24-70 standard， 可能70-200或者是84-100 telephoto lens， 然后再加上一个 fish eye。这就是基本上我的所有镜头在这里了，没有别的镜头。基本上面拍风景的话，14-24、20-70、70-200，然后基本上都能够覆盖所有的拍风景照的要求了。除非你如果真想去拍鸟的话，那么拍鸟的话也可能需要更长的镜头，可能还是500。但基本上面这些镜头的话都能够覆盖到所有的拍风景照的需要是。另外一个 cable release， 因为很多时候当你手放在这个相机上的拍的时候，这手的这样按下去的时候会造成那个抖动，是会让相机抖动，所以这个时候一般说 cable release， 这样别让相机不会抖动，别让照片拍得很清楚。 polarizer， 我记得 polarizer 跟那个 gradient neutral density filter 还有 neutral density filter， 这个三个就是必备的一个 filter 是。我记得 Michael 上次在 Canon workshop 他也讲过这三个 filter 的功能是，等一下我再会讲一下。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东西，除了镜头、除了相机之外，就三脚架 tripod， 要有一个好的三脚架。一个好的三脚架，你就每次拍照的时候，尽量都要用到这三脚架。这样子的话，就照片的话会拍得非常清楚。很多时候你手去拿的话，手在抖或怎么样，都很容易造成像那个照片拍得模糊不清楚。先讲一讲那个 fish eye 吧。fish eye 是其实最广的一个，然后你经常会看到的话，它是会拍出一个圆形的一个镜头，一个影片式。fish eye 呢，就是说它给那种感觉冲击力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力感觉是，但是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 fish eye 的话呢，要用的话呢，少用，不要经常用。你如果每张照片都是 fish eye 都拍出来的话，给人家感觉就是你在玩镜头是，并没有说真正在拍照是，就
就所以这个 dish 呢是可以用的，但是就用的时候呢慎重一点，怎么用就是要想一下。你看这张照片是在那个，这张照片是在佩吉那边拍的，其实这云不是说是一个圆圈围的这个呼鲁斯，这个红色是这个呼鲁斯石柱，但这个云岂不是说是围着这个呼鲁斯绕着的，它其实云就在上面的，但是因为我是用了 fish， 因为我当时去看了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有这云，然后我就想说有想个办法，想说把这个云能够尽量就是说是围着这块石头一圈，那当时就想到就是用这个 fish eye 来做这个效果是，但我说就是 fish eye 我是很少会用，会用一两次，但是不经常会用。下面一个会比 fish eye 那个再窄一点，就是 wide angle lens， 就是我们经常会用的尼康的话就是24的这个 wide angle lens。这个话呢也是呢，就是说wide angle lens 的话呢，它是呢让远的东西变得很小，近的东西呢变得很大，所以很多时候呢拍的时候，这个也就是赖医生经常会说到，就是说你用 wide angle lens 的话，因为你东西 wide angle lens 的东西在这里面的话都拍的都很小，都是这边前景会怎么样，所以经常呢会赖医生就会说拍照的时候如果拍成 wide angle lens 的话，尽量贴近前景，这样子当前景就变得很大，但又有冲击在里面是，很多时候拍这种大景的话都会用到这个 wide angle lens， 但是这个镜头这个因为这个是 wide angle lens 其实也是非常不好用的一个镜头是，就要你要知道怎么去用这个，因为要让感觉到有种冲击在里面是，你如果站太远的话东西拍太小就没有这种冲击力了，这张就是上次我们去Vista 拍的这张照片，其实这张照片这两个石头其实是非常小的一个石头，就基本上是到地上，没有很高，你这照片看上去是非常高的，其实这个完全骗人的是，这不要这个真正不是没有这样子，这张照片怎么拍的时候就是整个人完全就趴在地上去拍，趴在地上贴着这个石柱越近越好是，但是因为它是 wide angle， 它还是能够后面这个云拉进来是，但是如果是站着先拍的话，或者是离它远一点的话，这两个石头就看得非常非常小，就没有这种冲击在里面了，所以这就是用这个 wide angle lens 的时候记住，就是说经常要近贴得更近，这个我经常被赖斯骂的地方也是这个地方，他每次都说我不够近要更近，基本上很多时候像这种拍这种照片的时候，这个镜头都基本上都要贴到了这个前面这个东西基本贴近的位置，所谓近的话是多近？近的话我觉得其实说是你要在你这个自己看是，你自己觉得这个是一个是，其实这是一种构图是，就是你这近的话，你就是说要近的话要够近，但是也不能太近，这个完全是一种构图的，就是这个是 artistic 一个 composition， 这个你要自己去那个要看，这个没有说一个规则是，就是你要看这个。其实这是上次我们去这个 Vista 的话，我们是非常 lucky， 因为那个基本上面在那边的话，都是万里无云的，没有很多云。是我们上次去的话，正好是又下雨，那天气真的是一直在变化，是那云一直都在变化，真的是非常漂亮。下面另外讲到 standard lens 就是24-70的，20-70这个 lens 的话，这个镜头的话，基本就是我们人的眼睛所看的东西。所以很多时候看人眼的话，就这照片就是，这个有好的地方有不好的地方，就 standard lens 可以非常好用是，你拿起来拍就可以了。然后因为它的是 standard lens， 从它的这个生产来说的话，一般来说它也是一个最 sharp 的一个 lens， 在所有的里面。但是也就是因为它呢是就是人眼所看的东西，所以拍摄东西呢有的时候呢也是非常普通一个景致，就要学会怎么用这个 standard lens。因为就像我说，就是这个照片你拍出来的话，就有可能不会像是说这个 wide angle lens 或者 telephoto lens 这么有冲击力，更平常一点是，就像这张 Hodus， 这张 Hodus 我是用24-70的，一直拉到了大概是55左右是，因为我那时候是
Hulu 是在我这边是，然后我这边我是站在另外一个地方拍的，另外一个山拍的，然后尽量把它拉近，所以我就用了24:70。其实200的话拉太近了就拍不出来是，当初用那个14:24也不好，因为我当初14:24的话，如果你站在下面拍的话，其实这个是主题，这个石头，但如果你是用14:24，如果你站在远的地方拍的话，这个就变成很小一个石柱，就没有意思了。你如果站在这下面拍的话，这下面一大块不好看了，因为就没有办法把这个主题给突出来是。所以就是到最后想了一下，就是到后来就爬到另外一个山上去，从这个山另外远的地方去拍这个石柱是。你用的标准镜头啊？这是标准镜头，24:70的。到另一个山上？到另外一个，它距离没有很多了，就从这边到这个墙这里，就这样站爬过去一下，这样站到拍一下。另一块石头。另外石头，爬上去。另外一个事情，这张照片没有显示出来，其实背后这山。它其实背后的山的话，它背后的山，它上面有一层石头，其实它的颜色是跟这上面这个石头是一样的。问题就是说，很多时候当我是说想从下往上拍的时候，这块石头会跟后面的那个颜色一样的石头会叠在一起，是我不要这样子，因为这样子的话，我要说让这石头这上面的石头凸出来，如果你跟后面的石头颜色叠在一起的话，没办法把这块石头给凸出来。所以这个就是说一定要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拍这个张照。Telephoto 就是70-200的，你就是很多时候远东西如果远的话，你过不去走过去的话，你就很多时候需要 telephoto 去拍这个，或者有时候拍鸟或怎么样都可能需要用 telephoto。telephoto 东西它跟 wide angle 照相反的 ，telephoto 的话它是把远的东西拉近的，跟前面拉近在一起是，就并在一起了。但是呢，就是用 telephoto 的话，其实特别是70-200的话，这么长，就是你用200的话，就是说你如果用手持的话，经常会抖，这抖的就会很明显是。所以就是说，当如果真的要那个不用三脚架拍，就是手拿着相机的时候，有一个很快的诀窍，就是说，你就是看你的距离，你看你的这个 focal length 多少是。如果比如说我的 focal length 是200的话，我的 shutter speed 我的快门速度至少要1/200，或者比1/200要更快，但这样才能够保证，就是说拍摄照片至少是不会出掉是。所以你可以想一想看，如果比如说我是用一个14:24的镜头，我用的那 focal length 是14，我这样的我这个手持速度 shutter speed 我只要1/14就够了，这很快的，但是换个如果是换成200的话，我就要变成是1/200，那个速度要更快，那更这样子就是抖的话就非常明显，就看得清那个清楚。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去，比如说我们去 Cadillac 去拍照的话，我们经常会用200或者是400这个镜头的话，就是如果真的不能用三脚架的话，就记住这快门速度一定是这个是 focal length 的反过来，如果200的话就1/200，400的话就1/400。这样才能至少可以保证不会不掉。这个上次去那个 Cadillac 拍一张照，这样就是坐那个 Rowers 船，拉得很远，就是200拍的。但是就是说就知道就是说这个 shutter speed 没办法变的，我当初选的好像是1/250还是怎么样，然后就是调那个 aperture 或者把那个 ISO 调高，就 shutter speed 那个快门速度不变。就是只是改那个 ISO 或者是改那个 aperture， 但这张是当时在那个Cadillac 所拍的一张。就刚才讲到就是几个镜头是鱼眼的镜头 ，wide angle lens standard， 还有就是 telephoto 里面，有什么问题吗 ？OK， 下面讲到一个基本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 circular polarizer。基本上如果拍风景照的话都需要有一个好的一个 circular polarizer。 circular polarizer 的话，它就是说它可以，你如果拍瀑布或者拍河的话，你可以就是说把它那上面反光可以去掉的话，就可以把这个河拍得很清楚。
或者是说有的时候你拍花拍叶子，其实叶子的花其实它上面也还是会反光丝，所以 Polaroid 它主要功能就是说把这些一些反光给 reduce 给降给去掉一点丝，这样子拍摄照片色彩会非常饱满丝，会非常鲜艳丝。这个 Polaroid work 它最大的距离的时候就是我说的就是 Polaroid 它的 work best 是在180度这个 degree 是从太阳这边是，就是如果太阳在这里的话，你这个这样子的话，这个是一个 best angles。但是呢，就是有个地方呢，就是特别是在于你用那个 wide angle lens 的时候，如果你拍天空的话 ，circular polarizer 经常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 circular polarizer 看它太阳的位置在哪里，你经常会看到就是天空，有的时候不是说是全部都是一片蓝，有的地方会蓝的会黑一点，有的地方会那个蓝的会亮一点，这个就是 circular polarizer 一个问题。所以就是用这个 circular polarizer 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并不是说每次去拍照都是需要这个用这个 circle， 不是说你每次上去就要用这个 circle polarizer， 要看，就是看你要拍什么样的景，比如说如果说太阳在我后面的话，你加 circle polarizer 没有用的，因为我就说了，太阳在我这边的话，在90度左右的时候，这个是 circle polarizer 最有用的时候，在后面的话或者在我前面都没有用的时候，这时候就不用加这 circle polarizer， 另外一个就是记住，就是 circular polarizer 的话，它那个像我用的 circular polarizer， 它会降两档，它会让变暗变两档次。所以你用 circular polarizer 的话，尽量就是先把构图构完之后，再把这 circular polarizer 放上去。circular polarizer 放去之后，你怎么知道说哪个效果最好？这边有人问题。请说。你刚才说是90度还是180度？180度是那个 polarizer works at best。哦，180度说错了，不好意思，180度对。对着太阳两张。不是，是太阳在侧的时候，对。就是最好。最好的时候是侧的时候的照片。侧的时候是90度吧？对，太阳90度对。哦，对对对，这个90度说错了，90度对，那是90度，90度最好这个对。往这边能不能加一句？啊，你讲。Yeah， 虽然这么说了，那个。你如果镜头的轴 the axis of the lens 跟太阳的角度成90度的话，它的效果最好，对 the best。如果那个 it best it occur in about 45 degrees out 这个范围，但你如果的镜头呢，一般的标准镜头是 cover 45 degrees。If you have a 镜头如果 wider than 45 degrees， 一个 super wide angle 的话，你用 polarizer 的话。You look very closely， 你就看见 over the sky there's a band of， 有一圈是黑的，它不可能把整个 frame 都把它那个 polarize 掉，因为 the lens is actually covering say 90 degrees 的话，就是只有中间是 45 degrees cover 掉。所以然后你 then you keep turning 的话，它这个 polarize light band 的话就会从 frame 的左边到右边，你可以看见。So it's best occur around。标准镜头的这个范围之内 ，super wide angle 就会有那个一个 band 出来。这个 band 不是很 have to practice in your scene。啊，我想问，就是说你这 circular polarizer 你套上去以后，比如说已经找到了90度最好的，那你调这个 circular 看什么东西把它你东西调？你就是看它色彩。你就是在相机里面拍的话， you will see the cloud gets dark, the white gets darker, the blue. 你会你就 contrast， yeah， you will see it 一边在调。我试过这样的啊，因为可能我的 white balance 是调整自动的。你调过去以后，是蓝天更蓝的，在一秒钟以后它就回来。这个跟 white balance 没有关系。那为什么花一秒钟以后就蓝色又没那么蓝？那一秒钟你没动吗？没动吗？不，我调过去，这边是最好。对。那和时间没关系，这个角度有关，和时间没有关系啊。对啊。对呀，是时间没关系啊，就是说它里面有个 automatic mechanism， 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Make sure you are you talking about circular polar? Yeah. Make sure it has to be the circular polarizer. And a long time ago, we were using linear glass.
call a mesh polarizer. Yeah. These things will only occur when it's only using linear augmented polarizer. But today we are using polarizer. 数码相机的话都要有circular。一秒钟之后你就都没有拍，它就是就变回去了。因为因为那个screen time嘛，我记得那个白云蓝天，我调了以后，偶尔那个蓝天蓝的，甚至偏紫色的。 但你调到以后呢，它一会儿就自己回到原来样子。你再回过去再来一次，它又是给你看一秒钟。那你绝对不是，我认为是照相机里面的什么 auto，对，但也有可能。它放在它想会怎么样呢？它就会不会很？所以我一定要把那个 Y balance 放到 menu。 OK。 你 auto 的话，它我认为蓝天更蓝，蓝色更好。 但是这个照相机可能认为不是这么样，所以他自己帮你调回去。所以我说的是不是一个 Y balance 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但你在 viewfinder 里面，我按照道理我另一个里面。不是，我是那个用 LCD。我觉得 LCD screen 不很 reliable。对，那个肯定。对啊，他自己会跑的。你 viewfinder 里面肯定是。你要看你的 optical， 所以要看你的 optical viewfinder，optical viewfinder what you see what you get， yeah。 因为这个好像方面不能够做文字。我不是，几乎每次都是这样。Yeah, there is a side note I want to add to someone has asking me a question before long time ago. It's not exactly related. It's people using LCD screen to compose. 那位小姐呢，现在就不在了。那位小姐在这边拍的时候，这个照片在那边，然后一直了以后，那个 screen gets dark, totally dark.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the camera. It's if you're wearing polarized sunglasses. If you are wearing polarized sunglasses, will block out your LCD screen if you turn vertical. But the image is still there. It just didn't see it. 我刚没听懂你说，因为它有两个stop的那个darker，所以说你在谁？你首先调。 Circular part 它反正是暗的，所以当你放在相机上面的话，一般看它这个厂家嘛，一般它的一个 stop 和两个 stop 是 dark 的，但很多时候，比如说你如果是Ghost的话，已经调到 f11 或 f16 的话，这个进来的光线很少了，是不是？你又再加一个 polar 在上面，就是暗的。你在这个时候再去 compose 的话，就很难 compose， 你看不清楚。所以很多时候建议就是说。 就先 compose 完之后，再把 polar 加上去。但你这个要不要先提它的 stop 不需要？可以，你可以就是说先测光，先测光之后，因为你知道加上去这个是会有按两个 stop，那你就要调回去两个 stop 来那个 compensate。等一下我会再说到一下，就是说。 等一下会说到 aperture 的，aperture 的话，它是从看的镜头多少是，有的镜头从 1.0 开始一直到22都可以是，我在 go to 的时候，我总是把 aperture 达到最大，因为这个时候达到最大 2.8 的时候，进来的光是最多的，最大的，我不会说因为照片是拍我要拍 f11 的话，我把这个调到 f11， 我总是先调到2.8，2.8之后又进来光很多。 但你看的话，就看得很清楚。大家知道这个2.8跟f11，进来的话，光就进来很清楚的话，这样子的话，你如果说 composition 的话，就非常简容易是 composition 2.8弄完之后，我再会调回到 f11。不然的话，如果你是 f11 或者 f16 的话，比如说傍晚的时候你拍日落的话，那光本身在外面的光已经很弱了，你再把它这个。 这个 aperture 调小的话，进来的光更少，是你看的会更不清楚。所以经常我是习惯是用 2.8 先去弄，最后再调到 f11。等一下再讲一下这个。第二个想讲的就是 gradient neutral density filter。gradient neutral density filter 就渐变镜的话，就是它上面一半是灰的，然后上面一半是黑的，下面一半是亮的。
像这个 gradient density curve 的话，它一般是用在就是看日出或者日落的时候。如果你去看日出日落的时候，就天空会非常亮，然后地是非常非常暗的，是。所以这个 gradient density curve 它就是会把 sand 直接给讲，直接给大家看。这就是今天卖的，要两个，这个就今天在卖的。大家看到没有？就上面这一层是黑的，这下面一层其实是亮的，是。它这个，它卖这个的话，一般都是它以多少个 stop 为主，是。像我的话是有三天，是 three stop， 是 three stop， six stop。或者是九个 stop， 他说这个 stop 的话就指这个暗的地方跟亮的地方差多少，是。比如说如果九的 stop 的话，这上基本都全黑了，是。你拍的时候，就很多时候你拍的时候就说是天空亮的地方你是用把这个暗的地方遮住，是。地的话是亮的这一块，是。这个 gradient density filter 它有两种，一种是方的，像这种是方的，另外一种是圆的，就是直接可以拧在你的镜头上。建议是说大家不要去买这个圆的拧在镜头上，要买就买这种方的，因为圆的话它的怎么样，它的这个暗的地方跟亮的地方就 50-50 一半一半，但你拍照的时候你不可能说每次都是天空拍一半地也拍一半，基本很多时候是天空拍三分之一或者拍三分之二，地拍三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二，所以如果是用圆的话就不能用，所以就是说它是一半一半，就不能用的，所以基本上建议大家还是用这个方的。您那个拿下来你看中间还有一条线是为什么、这个线是那个、这个是塑料包装，塑料包装没有用过是新的，还没有打开。然后它这个 gradient density filter 还分两种，一种叫 soft， 一种叫 hard，还有三种，还有第三种。我知道两种。好的，等下再讲。hard 的话，它就是亮的地方跟黑的地方很明显一条痕迹。hard。soft 的话，它是从黑到亮的话是慢慢变化，就没有这么明显，是。我用的 gradient density filter， 因为我的镜头，其实这个 size 也是很重要。我不想说像这个，其实我那个这个最大可以用。82毫米 ，82 mm。我用的时候，经常就是拍的时候，这个放在三脚架上面，这个就放在前面，我就在这里看，看的话我就看，就慢慢调整一下，看的话你就可以看得到天空就会变暗，然后这个地会变亮，你就可以慢慢调整，是。因为很多镜头，我的镜头是77mm， 很蛮大的，所以我会一般会选那个 Pro Size。Pro Size 的话，它可以把整个镜头覆盖住。但是呢，还可以让我手给抓住，是。你买太小的话呢，有时候手抓不住，很难抓住这个，是。因为我不想说拍照的时候把我自己手指也拍进去，所以我会买那个很大片的。还有那个 P size 是最便宜的。OK， 我们今天买的这个呢是 Starting Kit， It's not a professional， It's a cheap brand。你要买贵的牌子的话 ，Singray 的话，这一片都要300块。对，那个有一个最贵的是 reverse neutral density， 你可以讲一下。reverse ND 的话最贵。对 reverse neutral density 的话，它又跟这个不一样的。这个的话就是说上面是暗的，这个上面是亮的。reverse 的话，它是当中这一块是最暗的，然后上面呢又亮的。因为它这个时候就是说，当你太阳快到地平线的时候，那一个地方其实是最亮的时候。但其实上面的就比较暗了，是。所以呢，就是当太阳比较接近地平线的时候，就可以考虑就是用这个 reverse 把当中这一块给压暗。那个这位有啊，那个你刚才讲的价钱，就像那个跟那个 polarized 那个就是一样，对，有不同的价钱。可是除了说是贵的会比较好之外，怎么知道你买的这个便宜的是不是好？好坏之分，polarizing 的效果基本上差不多，好坏之分是它的那个 optical 的 quality， 那个玻璃本身的 quality， 它越好的它那个 multi coated， 现在最贵的是那个 Hoya HD series， 那个都要100多块一片，如果是77毫米的话，however，
我们讲的贵的 circular polarizer 刚刚有几种，一种是 ring size， 你可以，你要77毫米，你要买77毫米的。你如果镜头是62毫米，你必须买62毫米的，除非你有那个upsize downsize ring 也可以。但是这个是我们讲的是那个 modular filter 的话，它也有一个杂牌没有，我们今天卖的都是大陆出的。它你要 polarizer fitting， 我们今天卖的那个 filter depth 的里边只有那个 coking 做 coking 叫 P160 大概要100多块一片但是它的镜头的质量并不是是玻璃的，但是不是最好牌子。最好牌子的它是玻璃的本身，第一它是 high clarity optical 或者是那个像 B+W show glass 德国做的片，它一片片切得很好。然后好的玻璃它有 multi coated 或者 super multi coated， 最多的是 helio pan 的话镀了20层。今天不讲为什么镀越多涂层越多越好，有人就 asking 你涂层越多那个光线不是cut down太多了。以后我们设计会以前有一位专门学 optical， 现在他已经走掉了。Otherwise 他会可以讲一课呢。不，镀层越多，对那个光线的透视镜越好。所以最差的玻璃没有 multi coated 的话 ，you can cut off almost 7%。Whenever you see a glass, you have a giant reflection. That means part of the glass, part of light is not shining through, part of light is reflected.So if you have a cheaper glasses, you can reflect as much as 7%. A best filter can transmit 99.9%, which means less than 0.1% light is reflected. Those are the best ones. I would not suggest you buy best of the goes for hundreds of dollars. Those are the top pro, they don't want any straight light.Shining, and then also when you light shining through the glass, it will reflect and it costs ghost image. The cheaper one will cost ghost image. Yeah, and I would say we buy near top, like if you're 77 millimeter, you pay about $80-$90 for 77 millimeter. That's a reasonable price. Yeah, and of course, there are ones over $300, Singrays, those are. You know, I don't have that kind of money. I don't do much landscape. But Michael, you know, look at Michael's image. Yeah, he invests lots of money on those expensive filters. Yeah. 对，但是另外想再补充一点，就是说是，就算最好的 filter， 尽量还是少用，因为毕竟你在这个相机镜头前面又加了一层，是，总是会影响到这个镜头的这个本身的 quality， 这个照片的 quality。就是说 filter 要用的时候用，但尽量就少用。然后刚才我就说到，就是很多时候我拍的时候我是比较像那个，很多时候像 Kogan 的话他都会买一个 filter holder， 是 filter holder 的话你可以装在这个镜头前面，然后这个可以插进去。我一般都很少用这个filter holder， 我就习惯就是说这个相机放在三脚架上面之后，我就直接贴在这个拿手拿着，然后我就直接看的时候，我就会上下摇动。拍的时候为什么在拍的时候上下摇动一下，这样就是让这个亮的地方跟暗的地方这个分界线不会这么清楚。是，然后最后又讲到一个 filter， 就是一个 neutral density filter。 neutral density filter 的话就是基本上就全都是全灰的。是像我的这个 neutral density filter 的话是 10 stop completely。 neutral density filter 比如说中午的时候光很亮，你的那个快门数值已经调到最快了，但还是会 overexpose 的话，还是会过曝的话，或者说有的时候你去拍一个很急的一个瀑布，你想把这瀑布拍的那个像一条丝石头一样细细底那么细细的这样一条线，你有可能很多时候你就需要用这个 neutral density filter把它压暗。是，其实这个东西其实说明白了，其实它就是在前面加一个灰色镜头，让这个光进来的光少进来，是光少了之后你的曝光时间就要更长。曝光时间更长的话，就是说如果是拍水或者拍瀑布的话，
就会拍出那种像丝绸一样那种细丝的这种感觉。我本来是想那个 intermittent mentorship 的时候再讲具体讲一下，不过我们今天卖的 filter 这个都是 plastic， and 刚刚讲的 ND 那个 neutral GND gradual neutral density 的话只有 plastic。The better one or the cheaper one? 不是 plastic， 它就是塑料。Optical resin， same thing。Optical resin， 所以呢，这个容易 scratch， very easy to scratch。刚刚我们买的这一套里边有两个系列，一个是刚刚是一个 gradual neutral density 跟 neutral density。如果以后你要再加上去的话，你这个经常用的话 ，I recommend you。Only the neutral density, you can buy a glass neutral density filter made by Tiffin. GND, gradual neutral density, doesn't matter what brand in the market, they all made of plastic. Yeah, only the GND comes out of glass. I have one that I use all the time. It's scratch free. You cannot, I mean, of course you can scratch it, but the plastics are easy to scratch. Often,I think I ruined half a dozen more than half a dozen for one time. Yeah. So be careful with your filter. 因为眼镜有的时候是有那个 plastic 的颜色，所以它都上面有的还是 scratch code. Not the one I'm selling today. Oh, not the one. Yeah. So the other option. There are other ones that are better ones. Lee filters, high tech, those are better.But yeah, those each one will cost you $70 to $80. Just one filter, not like a 9 filter we're doing today or $20. Yeah, it's a different price. But they will fit. They will fit your system. You can, that's what I meant. Today is just a starting kit. You can add it into it, it will fit in your system. 然后另外一个转发就是 neutral density filter 跟那 polarizer 一样，就是因为它是 tensed off， 如果你真的在你如果把那前面加个 neutral density filter 的话，基本上面你是那个什么都看不到的，所以就跟那个 polarizer 一样，就是说先构好图，构好图之后测光也测好，你就说知道哪个测光，测好光之后你就是那个 neutral density filter 加上之后直接就是这个快门速度就调到 tensed off，就是降个天加天 stop， 这样就可以了。Yeah, ten stop don't come cheap. Yeah, ten stop filter are very expensive. 有十个 stop 还是十五个 stop？ 我只有个十个 stop， 我没有一个十五个 stop。但是我就说了，这个真的很难，所以就是要拍这用这个的话，先测光，先构图，构完之后再放上去，放上去之后，你就直接可以数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像这个Nikon 相机的话，它这个 shutter speed 在这里，你每次动一格，它是三分之一一个 stop， 所以如果是十个 stop 的话，你就数三十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三十次数到，数到三十次一下就可以拍。它拍出来的东西就跟那个就刚才没有用这个 neutral density filter， 其实是它的 exposure 是一样的。I'm sorry, just interject again. We are talking about a Nikon class last time.The Nikon in the custom manual, you can set your clip to either one third, one half, or full stop.、Mm-hmm. So if you set it into the full stop, every time you turn a clip, becomes a full stop. Yeah, but by default, it's a one third stop. Yeah. Yeah. 最后要讲的东西，三脚架非常重要。哦，我觉得三脚架其实是拍照里面最重要的东西。没有，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每张照片，就是说拍的话，都用三脚架，养成个好习惯。出门的时候都带三脚架，拍照时候都要用到三脚架。三脚架要够稳是，三脚架够稳的话，你是可以看它的那个 loading weight， 就是三脚架的 load weight 跟它的那个 head 那个 load weight。你要知道，就是说你的像我的那个像我的相机跟那个镜头的话。我的相机跟那个70-200最重的，大概是5磅多还是6磅多，所以就说你要保证，就是说在那个他们这种三脚架的厂商的话，他们都会跟你说这个三脚架跟这个三脚架的头能够承重多少，也
一定要就是说这个头跟这三脚架一定要满足你这个菌的相机最重的一个重量值，不然的话，如果这个相机如果是比你的三脚架还重的话，怎么办？你的相整个三脚架就已经晃晃晃荡了，那就没有意思了嘛，这三脚架。所以这三脚架一定要，现在很多三脚架出来的话，他们当中都有一个center post 的字。我其实看到很多人都很喜欢拍照时候把这 center post 升起来，其实这样子不好，因为其实当你重这个三角架重心在哪里，这个 center 的 gravity 在哪里，其实这个三角的头这里是，这个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带三角架过来，你看你有没有 OK Sam 借一个给我 OK 那 Sam 给你，我先再讲下去吧，等一下再说。一个是就是说，所以这个三角架尽量不要用当中这根 center post，你这三个坡升起来之后，你的重心也跟着变了，变到上面去了，这样会变得很不稳，不行，就尽量不要用这个。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地方，当你这三脚架弄得很低的时候，你这时候当中这个三个坡你会放不下去，啊，所以尽量我是建议说不要，就是我买回来的三脚架的话，我的三个坡都拆掉扔掉了，不要了，是，我就只要那三根就好了，就是在当中这个坡。另外一个 size 的话就需要两方面考虑，一个是足够高，就是说人如果这样站的话，就自然到眼这边就差不多了，是。因为有的时候你如果在外面拍照，你每天蹲着这样子，你蹲一天的话要很痛的，要会很酸的，所以尽量就是能够到，就是你眼，就是说三脚架加上这个 forehead， 基本上能够到你的头这边是最好的。那另外一个考虑的是够低视。有的时候比如说就像用那个 wide angle lens 拍的时候，你要拍得很近一个东西，那东西就像我说刚才在这三个东西在地上一点点，你如果三脚太高的话你拍不近，所以很多时候要尽量能够够低视。对，我刚才讲的 center post 就是这个 center post 在这里。I remember JJ always like that. 脚不伸的，只伸中间的。对，千万不能这样子。就是现在像这个的话 ，Sorry， 这个撑开来，其实真的 gravity， 三次 gravity 在这里是这个最稳的地方是。你如果升高的话，就变在这里的，就是很会晃，就不稳是。所以这个尽量不要用这个，尽量不要用这个。宁可买一个三脚架够高，其实这个三脚对我来说有点矮了一点点，因为它的头到这里的话，我还在这样差不多这样子，有点矮了一点点。我希望是，我还是比较喜欢高一点点的，这个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三脚架，它这边可以这样子拉开来，就可以撑很低，看到没有？但你这样的话，你放不下去啊，你三脚破才在这里啊。卡住了这 center post， 你放不了地上，所以很多时候尽量不要用这 center post， 拿掉。另外一个想讲的就是说，那个这是一方面，然后所以就是说两方面考虑，一个它的承受重量多少是 how much load you can take， 一个是多高，一个是多低。所以选个三脚架的话，可以看这三方面来决定一个三脚架好不好。还有材料。材料对，材料的话，基本上面就是现在有三种 ：aluminum、carbon 跟那个 basil， 那个 dissolved 那个 basil 的 aluminum 好像是最便宜的，然后是那个后面就 carbon 了，然后后面还有 basil。一般来说，我建议说，就是如果想买一个好的三脚架，就买个 carbon 是。aluminum 的话有的时候轻，不够稳，有的时候或者到冬天的时候比较冷的话不好拿，所以这个就看你自己 budget 怎么样是来决定到底要一个，但是就尽量买一个好的三脚架。其实很多时候你去花了点钱你买个三脚架，你发现不行，你还再去花钱再去买一个三脚架，或者就是说在开始的时候就花点钱买一个好的三脚架。一般来讲，像你们经常出去 travel， 你们的三脚架是跟着自己走还是？我都跟着自己走。
我跟着走，因为有一次我托运的时候，他们把我的三角给砸坏了。对，那个他，我的腿就断掉了，被他们弄的。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到的，我的 cover。今天带的这一只是 particularly， 我现在再讲一次 tripod 吧。这一只是 travel tripod， 它可以 reverse the leg， 可以这么转个那个。It's small enough to put in the briefcase。Yeah， in general。That's my travel tripod. I usually don't use that. 对，然后我觉得我带着三角架到现在上飞机都没有说过任何事情，都没有问题的，都是 carry on. Carry on， 对，我就直接 carry on， 都没人说。我那三角架，那个它的底那脚上那还是一个很尖的一个金属，都没人说过说这个变成武器，都没有说不能带，都让我带的，我也不知道，另外一个讲到三角就是说比较喜欢用的 bowhead， bowhead 的话，不好意思，哎，let me call you back， OK， OK， I'll call you back， let me call you back， OK， call you back， OK， sorry， 我是比较喜欢用 bowhead， 哇，现在这个幕好亮，bowhead 的话就是这边松了之后这边就方便很方便移动是，我一般不是会喜欢那种用的 pen 或者 tilt 或者这种，是这个，我一般都喜欢用这个 bowhead newton 的。啊？有什么想加的吗？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Sam？ You want to talk about your L bracket？ Yeah， so 下面一个讲到就是说是相机这个 L bracket， L bracket 好处就是说我相机放在这上面的时候。这个，因为有一阵子那个国内进去的时候啊，旅游进去的时候，家里手就是手提自己携带的话，脚脚通通都收掉，海关收了很多，一定要自己才可以，他把你再拿带着飞机上去，那个有带什么事吗？没有，现在没有，我不知道，现在没有，有一阵子有一阵子很厉害，好，现在没有很多，只要你是随身携带就给你拿掉。我每周大摇大摆的那样就走进去了，所以平常时候就这样放着。我刚讲到 L bracket 的好处，就是说你如果这样拍的话是没有问题，是不是？如果你没有用 L bracket 的话，怎么样？你的有可能要这样直拍，中心到哪里去了？中心其实本来是在这里，但你这样子之后，中心移到这边去了，这样的话相机会不稳直。所以很多时候，另外一个就是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要蹲下来看。L bracket 的好处，它这边还有一块在这里，这样就好了。那是另外一个东西，这是另外一个，这很多公司在做，像 Markings 啊 ，Really Right 这个是要跟你的相机的型号相配，要相配对，不是一个 Universal。有一两个牌子做 universe， 几乎 universe， 不完全那个。要我有一个牌子，你可以试试。这通常这个都蛮贵的。它这个 Nikon D3 D4 的话，那边都一个 bracket 就要200多块。但是我就说了，它这个也要200多块。就是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是重心最稳的地方是，当你把相机弄这样子。就是不稳，这个地方就不稳，所以尽量就是说买相机的话，最好是买个 L bracket， 这样的话要用的话，你要么就这样子，要么就这样子，这样子的话。相机它自己本身的那个吗？哪一个？你这样弄上去是吧？三角架本身就有一块，对，三角板有一块，但三角架本身那一块的话，它都是在下面的，不能直起来的，它这一片的 L bracket 特别贵，因为它是 David 用了一个 battery grip， 相机加了一个 battery grip。battery grip 的话，它这个 L bracket 必须要有一个 opening to accommodate， 这样的话，要不然的话这个 slide 不进去。你这样的话，你这样做的 L bracket 的话，大家就可以看到它的直线，所以它这边特制的，专门做的。如果你不是通常我们不用这个下面这一个 battery grip 的话，这个 L grip 比较便宜。
谁的相机谁要买的话，你跟我讲啊。你是说的去装电池的吗？这个是装电池的，要不然你一般的 L bracket 就划把这个 cover 掉。都没有。Yeah. 电池可以加多久？因为下面那个电池可以拉多久？哦，它的是用 D3 的 battery， 这一个的话应该要2500-3000兆开那个 charge。加下面那个。因为我去拍照的话，我经常会去，我要用这个的话，因为我去拍照的话，经常会去那种荒山野地，没有电的地方是。另外一个就是我去地方很多都是冬天，冬天的话，这种普通的 consumer 电池的话，在冬天或者这种地方持续不久时，所以我就用这种电池是。哦，像我去外面拍的话，我背这个电池的话背了四个进去，然后在后面再加了一个四个，然后在后面再一个，我背包上有一个那个太阳充电板。然后我再加了一个那个电一直都是个问题，是去往这种荒山野地没地方充电的。另外再加了一个是那个他们拍那婚纱照的时候，他们专门有了一个 battery pack， 充那个拍那个 flash 的时候，我背了那个进去，是那个就可以拍很久。是你要照多少张啊？四个电池，我要拍四个电池可以照10000多张了。不是，我要拍，我就是晚上要拍新轨啊。哦，新轨45分钟一个小时啊。对啊，拍新轨。所以然后我那个有这个有手机，大堆东西都要充电，所以就一天用几个月，一天用几个月充一次。我实在是不想说走进去之后发现拍两张就没电了，多走了几。我用的这个电池可以拍2-3个 wedding， 对，要充一次。那个所以就讲到就是这个都讲到，一般来说康森来家给你的都是这个 plate， 就拍在这里。你问你那个 air bracket 跟那个 plate 的应该一样大。对，对，他这个很多时候，他所以这个很多时候他 standard 吗？他们基本上都是 standard， 就是 Arc Swiss 叫做是 Arc Swiss plate， 基本上已经是一个 standard 了是。Arc Swiss 的标准，它的 rail 的那个宽窄是39毫米。对 ，That's standard， 但是也有一两个牌子是到40到42毫米的，我也发现过。那个头应该还可以用。对，还可以用。基本上如果你去找那个 Arc Swiss 的 plate 的话，或者 Arc Swiss 的 forehead 的话，他们基本上面都是能够就是互用的互通的。但是我就说刚才一般来说相机给剩下的给都是这片，这片就放这里，这边放这里的话，你如果拍直的话，你就要倒下来，就要倒下来了。就这样子，但是不稳。我有几个三个相机，每一个都有 L bracket。对。每一个都有 L bracket， 但是三个相机三个不同的 L bracket。因为它的尺寸、它 size 都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每次都要换一个。所以基本上讲，器材我就。Cowboy 是不是有买一个 ？L bracket。Cowboy Studio。Cowboy 大概没有买，它的都是比较低档的。那个 L bracket。一般就是不用它的那个 grip 的 L grip 可以买，大概70-80块就可以买得到。但是要看你的具体型号，所以谁要买的话，你告诉我的型号的话，可以这个型号。那个，哎，那个7200那个小白啊，啊，那种的话，它有个 grip， 你收不掉就可以转过来。对，但是如果是7200的话，7200它也很长嘛。所以7200的话，你就是不再用，不是说这个地方放在三角架上了。Yeah, use on the tripod。他自己有一个 collar， 也是把这个放在这个 collar 上，是，就是这个就镜头上面的 collar 是放在三角架上，因为它的重心已经变了，它重心因为它很重，所以它一些重心。绝对不要用，你如果用7200，绝对不要把那个三角架放在那个相机 mount 上面，这样的话就会把那个镜头的 mount 给弄坏。对，因为这个镜头太重了。对，它会沉下去。镜头太重了。哎，以前有很多，有一位先生那个在我看，为什么他拍的镜头相片呢？上边是那个上面那个 image is sharp， on the bottom 都 fuzzy。后来我仔细看一下，他就是拍的时候他 ，JD 老师用嘴 ，I saw your picture too， yeah， 他那个相机。拉坏了以后就等于上面那个 focus 就不对 pride out 的话你知道那个 image is reverse， 上面等于下面就是上面 actual image is reverse， right？ 不是已经坏了没有办法啊，
它是里面有那个 Spring 进去，里边是用 Spring 的，你把 Spring 给它拉开了。那你多用的话就要弄坏。这是不保证的。放回去。对。好，器材就讲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吗？那个三脚架有三节跟四节。还有五节，还有五节。杰克盖了多少？啊？三节。你 recommend 多少？我用的都三节都是，我觉得三节比较稳这样子。三节的 professional 用三节的，对，或者 越 professional 越的节数越少。越大，对，它听级域就越大。因为我觉得四节的话，就是到下面的话就很细很细了。到四节，三个腿就等于三九个 lock。对。五节的12个 lock， 六节的是多少 ？lock 越多越厉害。15个 lock， 每一次都要打开第二。12个，那个四节，它这个是，就是四节好，我还讲到一个事情，就是讲到这三脚架事情。我看到很多人拍照是喜欢怎么样，就是很多人到一个地方之后。很多人就拿了三脚架，哎，走到这一个地方，哎，不错风景。第一个做的事情，全部都拉开，全部都拉开。对，全部拉开之后，三脚架拉开了，哎，相机放上去了，就开始拍了。拍完之后收了就走了。但是问题是，这个时候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其实这样子把整个三脚全部拉开的时候，你其实是把自己一个构图一个地方就关掉了，关死了。就是说你这样拍的话，你只会这样想，但你这样拍的东西的话，就是也就是跟普通平常人看的东西一样的。很多时候我的建议就是说，先不要说到一个地方，先把这三脚架先拉开，先看，蹲着看，趴着看都可以看。这样子的话，你会看到东西角度不一样。不然的话，你把这个三脚架打开之后，到了这个高度的时候，你就拉开自己的 mind， 就是我要这样的拍子。所以很多时候我是习惯，就是说先换到一边去，我先看，就蹲着拍怎么样看一下，看了之后我再想说，哎，这个它哪个高度是？这样子会这样会对你的构图或者会怎么样会更大的帮助是。另外一个想讲的就是说那个。很多人用了三脚架放去之后，很多人很喜欢怎么样？拍照时候，哦，这地方不对，他们有的不会说是这样子往下低一点，很多会喜欢怎么样？这样拍，这个就有什么用呢？就没有用了，是不是？这个等于就是三脚架根本没有用，跟他手势是一模一样，是。对，所以就是不要偷懒，是，就是要用的时候就是说调下去一点，不说哎这样子。说赖医生拍得太快了，那三脚架还没有舱门，他已经拍了。对，赖医生拍得很快，是的，所以我是跟不了赖医生的，因为我跟赖医生不一样的地方，赖医生的眼睛很厉害，他看东西，他马上就想到说要怎么拍是。我不行，我在那蹲了半天，我在看，在想是怎么拍是，我所以跟不上他的素质。你这三脚架是赖了的，对不对？如果你的地不行，还是怎么样？三脚可以不一样长。可以不一样长啊。可以锁住就是吗？可以这个转的时候松掉，收起来，这样子都可以松。另外一个像这个三脚架，它这边还可以拉开，拉开之后它可以这样子拉开的话，这个就是如果你要趴在地上拍的时候，你就可以拉开之后再锁住。或者刚刚他讲的这个，想象如果你万一在楼梯上的话，你也可以把它一个腿，对，这样架在一个楼梯上，对，或者是 other， yeah， 还有这边有一个三个四个角度，一个两个，还三个角度。但我就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 center post 一定要拆掉，不然你放不下去。这个罩子上去吗？啊？下面可以拿掉。下面可以拿掉。可以拿掉。可以拿掉吗？
可以拿掉，这个可以拿掉的。拿掉了，那个我想想看、啊。对，黑的。我这个型号大概不能 reverse。不能 reverse。哦，可以 reverse 吗？ Yeah. 这个型号可以 reverse 吗？可以拆掉吗？可以拆掉。Yeah. 这个应该，我这个型号应该可以 reverse 吗？你讲一下，接下去你讲。好，器材方面还有什么问题吗？这个讲的是 tripod 的那个 monopod 你要不要讲一下 monopod？ 啊，这个也可以做成 monopod。对。Yeah. 你讲一下 monopod 吧。因为我没有用过 monopod， 所以下一个你要来讲一下。那一根有什么好用？那个很重的，不要那么大。可以。每一个型号的拆法或者做法不一样。这个镜头，这个，这个可以 reverse。这个如果它要太很低很低的话，不能太低的话，它就可以把它 turn upside down。但是你相机也要 turn upside down。对。然后这个 this particular model is for design for travel. You can have this can also be used as a walking stick. There's a little compass head. A compass head made that. Compass head 上次那个爬那个石头的时候我就用了。这根，那我女儿打人用的。yeah, anyway, 这根作为一个 walking stick, 你就这样用就可以了。因为 walking stick 的 height 就只要你的 elbow height 的高度就可以了 ，elbow height。Yeah, 然后你刚刚我这边拆下来以后，就可以把它 turn into a model pod。Yeah.But if you're shooting sports all the time, I'd rather you buy a dedicated monopod. Yeah, this is tall enough. I can reduce the size if I want to. Yeah. This becomes a monopod. Yeah, but I have two more dedicated specific monopods, so I don't use this one. Monopod only if you cannot carry the weight or...Certain restriction you cannot, like sports arena, you cannot use a tripod. Then you have to have a monopod. Monopod is just a little better than not having a tripod at all. Yeah. Anything else you need to add? 那个贾立强有什么那个 question other than? 对，我就是想知道 monopod， 因为从来没用过，不知道有没有用。Yeah, 现在用的不多，除了非常长的镜头了 ，super long lens 需要用 monopod 比较多。Yeah, 然后你 monopod 还有一个，there are monopods dedicated 头，有很多的头是专门用在 monopod 上面的头，因为它 monopod 都是用长的三角，拆那个镜头，长的镜头它本身那个 color 可以转。所以我这个头不必要一 ，so then therefore I don't need a ball head, I only need two-way swivel head, two-way head 不用 need a three-way head, 所以它 monopod 也有专门的 monopod 的头 ，yeah. OK. 好，那我继续开始了。Yeah, go ahead. 下面想讲的就是曝光是，其实曝光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拍照一个过程。怎么知道去曝光？然后怎么去曝光准确的话，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曝光的话，就是说在不管在什么样的光的条件下，都要知道就怎么样是可以，就是说正确的去 over the exposure 是。但这个 exposure 不是说一定要按照这相机怎么样，就是说 proper exposure 就是说代表说你想要什么像的效果，就是曝光出来。比如说我想拍个蓝色天空，如果曝光准确的话，我拍的照片就是个蓝色天空。但如果我拍的照片是黑色天空，或者一个完全白色天空，不是个蓝色天空，那就表明我的曝光就曝错了，是不对了，是。一般来说，他们曝光的话都是讲述说多少个 stop， 是一个 stop， 两个 stop， 三个 stop， 都是这样来讲之间的这个曝光值。
三样东西来控制这个 exposure， 一个是 ISO， 一个是 shutter speed， 然后一个是 aperture， 就是说 ISO 感光度，快门速度，还有这个光圈大小是，不同的 ISO， 不同的光圈速度，还有不同的光圈大小，都能够给你同样的一个 exposure， 都能产生同样的一个曝光值。先讲一讲 ISO，ISO 就是说是 sense， 它就是说感光度，这其实是以前从那个胶卷开始出来的。如果低的 ISO 的话，就是明要长的曝光是，但是呢就噪音会比较低一点。如果是高的那个 ISO 的话呢，你的那个曝光呢就会短一点，但是呢可能呢会更多的噪音是。其实现在好的相机的话，其实现在的相机都不错了 ，ISO 的话，你都可以做到ISO 一千啊，或者是一千啊1200这种的话，它噪音都一般都还是蛮低的。一般来说，它的 ISO 的话，可以它给你的值就是12、16、20、25、30、40、50这样子。每一次翻一倍的话，从12比如说到25的时候，它这就是一个 stop。从25到50的话，又是一个 stop。一般来说，相机一般都从100开始，100到200次。所以我就说了，从12到16的话，你看从12到25是一个 stop， 就从12到16是1/3一个 stop， 12×20是1/3一个 stop， 12×20到25是一个 stop。这个就是 ISO， 就是每个不同的 stop， 或者就是这个有问题吗？大家知道吗？OK， 所以就是这个就是感光度。另外讲到就 shutter speed 就是快门速度。我在网上看到过有的说法说这个数码相机里面有个叫 native ISO 这种概念，也就是说 native ISO， 也就是说除了这个 native ISO 之外的 ISO 都是它数字合成的东西。而只有它 native ISO 了，真正是体现它这个感光的这个能力。也就是说，比如说偏动相机的话，有人说是80，然后160，然后320，这样的是 native ISO， 其他的中间比如100啦，这个200啦都是非 native， 所以你设在100和设在80是一样的，是不是有这个概念？有这样子，所以像这个像刚才说到，像基本上很多做相机，它不会说，它一般都会给你说100到200是，它当125、160它一般是不会有的是，有的话就像你说的，就 native 这个，一般的话都是100到200这样子。它都是一个，基本上都是一个 stop 跳过去的。刚才讲到那 shutter speed 的话就是快门速度。你如果 shutter speed 如果是快的话，它就 freeze 个 moment。就像我跑步的话，我如果拍的很快，门速度很快的话，我就可以把这跑步的速度给抓住。slow shutter speed 就像这个 motion 给 blur。如果很多时候特别像拍水或者拍瀑布的时候，我们都很喜欢用这个 slow shutter speed 把这个水的流动感给拍出来。很多时候就是这个 shutter speed 它也是说一秒钟、二分之一秒、四分之一秒、八分之一秒、十五分之一秒，从一秒钟从三十一，这个也是成倍的，所以从31分之秒到60分之一秒就是一个 stop， 从60分之一秒到125分之一秒又是一个 stop。所以从30分之一到125分之一的话，就是两个 stop。所以每次这个 exposure 都是以 stop 来讲，一个 stop、两个 stop 都是这样，或者三分之一 stop。很多时候，比如说拍水或者拍瀑布的时候，如果真的不是很清楚说用哪一个 shutter speed 的话，因为现在都数码相机，几乎无所谓。很多时候你可以用不同的 shutter speed 来拍。我可以拍一个，我比如说我拍个水的话，瀑布的话，我可以拍个一秒钟，我可以拍个15分之一，我可以拍个60分之一。拍完之后，反正现在都数码的无所谓，拍完之后回到家，你就可以看，就说这效果怎么样，你最喜欢哪一个，最喜欢哪一个效果是，比如说你拍了再决定是。刚才讲到的就是这个，就上次去拍体操的时候，这个女的在，她是这个。这个是双跳杠子啊，那个，这个就是要像这种拍摄的话，就是要 fast 很快的快门速度是，但这个的话就几千分之一了，这样子才能够把它的这个
抓住是这个 motion degree， 因为它其实跳上去的时候就一下把它给抓住。如果是慢的快不是的话，这个人就会太活泼了。那测光测在哪里？测光其实这样没有拍的特别好，因为其实测光其实测他的脸，但是像这种拍的人的话，那测他脸。但是亮的不是他的 bar 比较亮。对，我知道他的 bar 比较亮，但是他的你如果测他 bar 的话，就可能脸会比较黑一点。就尽量是说到这个让他脸比较亮。Subject。这个我其实当时我拍的时候，这个已经超的是2000分之一了，好像是。我当时是拍体操跟拍秒差。因为这个其实是对，就是我当初是看，但是在看他们在前面练习的时候，我在看的。我大概知道了一下他的这个动作是，然后当初想了一想，就是大概就大概2000分之一。然后那时候那个。现在不是后面的光线其实都已经打最大了，但是还是很暗，这个滑动区，这样才能正确曝光怎么样？你这个大概就是多少啊？这个好像都已经1600了，好像多少是？那那个，我当时用的是跟雷根借的用的是1.4，所以我知道像那个就算是 IS 调1600的话，那个 G4 的话，它是那个直接相机的话，它的 noise 的话还是不会很明显的，还是可以接受的。现场是很暗的，他为了要保护那个女孩，那个小女孩子，他们的 gymnastics 不太亮的，对，不能这个地方是不能用闪光灯的，闪光灯会把脸照不了，他看不到，会一下子吓到那个，所以不能闪光灯。对，就应该很近的，其实很远啊。这个的话也是蛮远的一点，因为他们不会让我们太近，就也是拉个讲台是。有用三脚架？没有，这都不能用的，就手支的。主要是我当初去拍的时候，我是看过他们在之前练习的，他们练习的有个动作，我就知道他基本上我可以想到就是比赛的时候有个动作，所以这样那时候我其实就准备好了，就等着他跳的时候就连拍好几张，都快门速度2000分之一就抓到这一张。那你那个focus 是什么？tracking 是，但就算 tracking 的话，其实没有做到很好的。其实张照片那脸还是有点不是很清楚，是，还是有没有什么效果。所以这个是那个快的那个快高的那个是快门速度。你还是 manual 的对不对？我还是 manual 对。这个就反过来了，这个就是 slow shadow speed， 就是 slow shadow 这些动感出来了。其实这个是也是在 Kettle Lake 拍的。其实那时候就是，发现这些东西都是落叶在水上落叶，那个落叶在水上落叶。然后他们这个船过来的时候，就波浪在一直打时，在波浪打的时候，如果你用很快速去拍的话，你就拍的每个叶子都很清楚。但我是想说把这个流动的这个波浪这个流动的感觉给拍。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刚才我就用了刚才那个 ten stop 那个就是 density 就再加上去，因为这样子的话就是可以增加它的曝光时间， increase 它的 exposure time，increase 它的 exposure time。这张好像我当时拍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真正的单行拍的时候就是30秒钟的，就很快的很快。但是这张的话，这个叶在这里的话，这就是张 double exposure。这个叶子的话，就是说是用很快的速度，就是把 freeze 的拍这张叶子。但是后面这个动感的话，是用了另外一个 exposure 拍。等一下，你说你那个叶子，你说是 两张照片合成的， okay. 对，是在那个相机里面合成，就是 multi exposure。你说这张用是 Apple 拍的。但我都没有从来没有用过 aperture priority， 我都是用 manual 的，我都是 manual， 但是我就说当时就是看到这个是个，就是 aperture 都是一样，都是 f11 都是，这个都没有变过，都是，然后 ISO 也没有变过，就 shutter speed 变 ，shutter speed 变的话，拍第一张的时候 ，shutter speed 是比较快的一个 shutter speed， 专门拍这张叶子，然后后面的话，在我就是加了一个 ten stop， 那个就是 density 缩成。这样可以增加它的曝光时间，这样子的话，这叶子在流动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感觉给拍出来。在这个 ten stop 的话，就拍了差不多是30秒钟。那你这个
对这个动物察觉出来的。最后就是两张，就相机直接在就把这两张照片就直接相机合成。那你不用 filter， 你直接增加曝光时间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Overexposed， 你就会 over 了。你如果那个就全白了。所以这个一定要那个。你这个在船上拍的？没有，没有，在岸上。对，岸上。它正好是一个小河湾，小河湾就是正好那个每次小河湾这样子，然后每那个河在这边，然后每次船过去的时候，它都浪就打进来。下面讲到是 aperture 的话，其实就是控制景深时。其实真正的一个作为一个好的摄影师的话，就要知道怎么去控制这个景深时，这个 aperture。aperture 的话，就是说你要知道什么时候让背景糊，或者是什么时候让背景清楚。如果是 aperture 大光圈的话，如果你想说让背景糊掉的话，基本上是用大光圈。F1.0 啊，或者1.4啊，或者2.0、2.8这样子。但是如果你说要让那个前面到后面都是 sharp 的话，那你就要用小光圈 F8 或者 F11 或者 F16。先讲一下这个就是 F1、F1.4、2.8，其实从 F8 开始到 F11 它是一个 stop。F11 到16又是一个 stop， 所以 F8 和 F16 是两个 stop。从那个相机的那个很多相机它给你的那个 aperture， 它说我有 F22 或者是说 F30 多，但其实很多时候在拍照的时候，如果你真的说要让那个前面和后面都清楚的话，你不需要真的是一直到 F22。 其实在 F22 的话，他穿的照片有可能并不会说是最清楚，这就是他们以前说叫 reciprocal fails。因为从这镜头的构造来说的话，它的 manufacture 的构造来说的话，它其实这个镜头最 sharp 的时候是 F8 或者是 F11 或者是 F16 时，你一般是不用走到22的时。所以我拍照的时候，如果真的我要前面后面都清楚的话，我一般都会选择 F8 或者 F11 或者 F16 就够了时，不用说走到22时。同样的就是跟刚才我说的这个 shutter speed 一样，是快门速度一样。如果很多时候你并不是很清楚要用哪一个 aperture 的话，你可以调整这个 aperture， 然后多拍几张，比如说你拍一张 F8 的，再拍一张 F11 的都可以，就这样都可以拍。就是然后回来之后在电脑上就可以看，就看哪个效果就更好一点。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现在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说如果你特别是当你想说要让前面到后面都清楚的话，另外一个方法它叫做 focus stacking。 focus stacking 的话，它意思就是说你去连续拍好几张，我拍一张照片，我让这前景拍得很清楚，我拍第二张我让这个地方清楚，我拍第三张让这个地方清楚，我后来回去之后，我可以把这几张照片全部叠在一起处理，这样子的话照出来的照片从前面到后面都非常清楚的，这个叫 focus stacking， 这也是一种方法。特别是有的时候你看那种花的时候 macro 的话， macro 的话很多时候你会看到就是花一点点会清楚，后面都会糊掉。但如果你真的想要整个花从前到后都清楚的话，你可以用这个 focus stacking 来做。什么照片机有这种方式？对， focus stacking 啊。Focus stacking 不是照相机的功能，是你自己，是 Photoshop 的功能，只是你在拍的时候，你要去那个调你的那个调你的 focus， 就 focus 第一个地方是 focus 在这里，让这里拍清楚 ；focus 在这里，第二个 focus 第三个在那边，拍了三张或几张之后，你在 Photoshop 里面把它合成，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让它从前到后都清楚。对，这个。拍摄就要比较有技巧，因为你要合成的时候要对齐，所以你要放在三脚架上吗？你放在三脚架上，你这个不动的嘛，是你在放在三脚架上之后，你微动的地方就你的 focus ring， 你别的东西都不动了都是。我现在讲的东西都是以三脚架为基础，是就是你就是三脚不动，就只是在调这个 focus ring。对。
你不可能说我这边拍一张这样子，然后再这样抖一抖，再拍一个晚上，不行的，这个肯定是同时来的。如果你用 auto focus 之后，你手在这么前面的话，它会不会再有这么一个？会。那你这时候你要放的是？我一般来说是这样子，就是看你这个方向怎么设定是，如果是 auto focus 的时候，你再动了一下，它会再回去，对。我其实一般是不用 auto focus， 我都一般都是用 manual focus， 我都是 manual focus。你是用那个光圈优先或者速度 manual， 全部 manual， 全部 manual。我先讲到这三个东西 ，ISO、shutter speed 跟那个 aperture， 我都是 manual 都是。你如果都是用 auto 的话，你就变成个傻瓜相机了，就是。这其实这个三个东西是真正是拍张好的照片控制的时候最主要的东西。你怎么来控制光圈？怎么来控制 ISO？ 怎么来控制 shutter speed？ 这都是就是让拍张好照片的那个控制。所以我这都是手动的。所以像我的话，我是 focus 我也是 manual，ISO 也是 manual， 然后 shutter speed、aperture 全部是 manual。对啊，全部都是那个啊。另外一个想讲到一个地方，我不知道有没有多少人会用这个啊，在大部分相机上面，它这边都会有个 button 叫 desert preview。desert preview 是从老的那个焦点就开始有的，很多时候你如果 desert preview 主要是用在就是说你按下去之后，你会看到就是这个景色会怎么样。特别是我当我要拍的话，是前面到后面到前去的时候，我都会用这个 desert preview 这个 button 啊。按下去之后，我可以调整 focus， 调到 focus 之后，可以让它前面到后面都清楚。这个 desert preview。所以只有 Nikon 有这个。没有，都有 ，Canon 也有，都有，叫 desert preview。所以就像这张照片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前面的草，就是后面树都是很清楚的，就是 sharp in the front， sharp in the back。这个的话就是小光圈的 f11。很多时候拍这种照的时候都是那个，基本上面你看到，我就再说一下，就是说你那个刚才说的 desk preview，desk preview 的话。它就是会把这个 aperture 变小，是，所以很多时候我就是会调到那个f2.8 的时候，我用 desert preview 看这个 focus。一般来说，如果你要让这张照片从前到后都清楚的话，基本上在照片三分之一这个地方 focus 在这里是，这个地方如果 focus 清楚的话，基本上如果你用 f11 或者16去拍的话，前面也会清楚，后面也会清楚，都会清楚的。基本上都在 focus 在这里，但最好还是用这个 desert preview 来看这个是不是够 sharp。但这张照片就是 FC 拍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前面后面都清楚了。这张的话拍给你了，你可以看到背景就全都糊掉了，就是这大光圈的 f2.8 哈，就把这鸟拍得很清楚，但是这个后面背景就糊掉了。所以这个就是 aperture， 选这个 aperture 是一个很 aperture shutter speed 跟 ISO， 真的是决定，就是说是来决定一张照片好的跟坏的。像那个每次那个摄影协会这个每个月的月会都有一些照片投出来的话，基本都说很多问题都是在于这个 aperture， 有的时候你开走花的话，后面的那个 aperture 开得太不够大，后面还是很多乱七八糟东西在后面，乱七八糟的东西在后面的话，就没有办法提现出这个主题体现不出来。像这个我平常拍这鸟的话，我现在这个光线大，就像这样子这个背景。你这怎么看这个？啊？你这个是2.8，2.8。然后那个 shutter speed。2.8的话 ，shutter speed 的话，因为这鸟在浮动嘛，它鸟在转飞嘛，它就站着。我就是看那个测完光之后，测光的话啊。在相机里面，因为这个鸟是白色的，
测光的话，其实如果你来说它正确曝光的话，它拍摄的话其实是灰色的，是它其实拍摄的，如果你是按照它正确曝光 测的话，它是灰色，灰色的话，但因为这角是白色的，就你要再补一点，我就再加了一个三分之一个 stop， 这样它会变成白色。我再讲一下这个，再向后过多的过程我先回到这个，等一下先讲一下这个。但是没有mode 不能控制 ED 啊。你没有 mode 不能控制 ED 对，但是我可以控制这个，我可以控制它的那个 aperture 嘛。我的这个，我这样算出的，我这个一个一个 click 的话，它是个三分之一 increase， 是，我可以 click 这个。啊。所以我觉得几个问题吧，就是考大家，如果是那个 shutter speed 跟 aperture 都不动，但是我拍摄我测拍的照片还太暗怎么办 ？ISO， 按照怎么样调高还调低？调高。OK。闪光灯。闪光灯也是一个方法，我这边没讲到闪光灯。如果是 ISO 跟 shutter，ISO 跟 aperture 都是固定的，但照片太亮怎么办 ？shutter speed 还是怎么样？快。要快对。对OK， 我觉得大家基本上这个理论都知道了啊。下面讲一讲这个相机里面这个 camera meter 是，很多时候大家如果看这的话，都会看到在相机里面会有这个东西在这里面是。这个零的话，就是代表是曝光正确曝光是 zero。但是这个零的话，它一般拍出来的话，其实是灰色的，就像刚才我说的，如果我测光的话，它测出来都是灰色的。啊，这个加一加二跟减一减二的话，这个加一的话就是 one stop over exposed， 这个加二的话就 two stop over exposed， 减一的话就是 one stop under exposed， 减二的话就是 two stop under exposed， 然后之间有两点。就三分之一、三分之二，所以如果你看到你的东西在这个点的话，它就表明是三分之一的 over exposed。回到刚才这个拍摄鸟的话，这鸟其实是这鸟其实是有白色的在里面是。如果 aperture 是2.8的话，2.8之后，我如果是按照它正确曝光的话，它停在这个零的话。我拍摄这个鸟会是灰色的鸟，它不会是个白色鸟，因为这个就相机测光就这样。补的话，我就再加了一个三分之一个 stop， 就让它再白一点。所以这个就是相机看你们看的时候，你可以看这个，你可以看它点在哪里，一个 stop over 个 one 那个是 one over four over 还是 minus one 是 one under。这个有没有问题？大家都知道了吗 ？OK。Canon 我觉得好像差不多，它都是一样的，对不对？不是，我说那正负啊，我不是反过来的。Canon 是反过来。它其实有些相机是可以那个 set 的，一个正负那个，像那个我知道那个叫什么那个，薛立功用的相机，它就反过来的。我当时没意识到这个。我后来每次拍张照片，我说我当时这么暗，我说我当时这么亮，我觉得反过来的。后来我再看了，仔细看了一下，我才发现他跟我设的配的那个是三点零过来的。我今天不是乱说。因为我们调是左边是负的，右边是正的。对，有就是这个都可以，这个有相机是可以设置功能的。啊，拍好一张照片之后。拍好一张照片之后，不要说来看这个，不要来看这个照片，不要以来看这照片来决定到底曝光有没有正确还是不正确。为什么？因为本身这个 LCD 的亮度会影响到你的判断能力是。第二个，如果你在大白天看的话，可能看不清楚是。最好看这个曝光正确不正确，是看这个 histogram。histogram 的话，每个相机都应该有这个 histogram。histogram。他其实讲的就是说是这个 pixel， 就是他讲的是用那个 pixel， 左边的话就纯黑，右边的话是纯白。这个 pixel 的形状无所谓，什么样都可以。
它只是在就是讲，它只是说有些哪个 pixel 是亮度在哪里。像知道这个的话，它就是说亮的地方会比较多一点，然后暗的地方会比较少一点，这地方应该是偏了一点，像右边的是。但是就是只要看这个 histogram， 啊，像这个 histogram 的话，看到吗？就是这边左边是偏暗的，右边是亮的。这个照片看这个 histogram， 它就跟你说了，这张照片是偏暗的，因为它的大部分的 pixel 都在左边，都是高度无所谓，主要是看这个左右，高度无所谓，出去都没有关系。是这个照片的话，它大部分的 pixel 在右边，就叫明白明，这个是亮的一张照片。对 histogram 来说的话，最主要的是看这边还是这边。你看到这个条线吗？是上去了。这条线上去的话，就表明是过曝了，已经是过曝了。过曝的话就是说，过曝的话就像我刚才前面说到的，如果当时过曝的话，它已经变成了是一个全白了。全白的话是任何细节都没有，没有任何细节在里面，什么都看不到，就是 over 了。或者就是说，如果像现在再往这上面上去的话，就全黑了。你印出来的话，就完全偏黑色，也没有那个细节。啊，它那个 raw 的话，你这边和这边可以上去一点点，在 Photoshop 里面它还可以拉回来一点。但你不能拍上去的话，就是没有任何细节在里面。没有细节的话，就没有任何东西看不到那个东西。所以我拍照的话，我都是每次看照之后，我都是看这 histogram 来决定这个照片是不是过曝还是怎么样。主要的就是说，不要尽量不要让它过曝，也不要让它太暗，不要 under 或者 over。下面讲到的就是个 dynamic range。dynamic range 的话，就是说是。就是这个 range 从最亮的到最暗的这个之间的 range 多少，是人的眼睛会比这个人的眼睛的 dynamic range 会比相机的高。我们很多时候看东西，暗的地方我们看到很多细节，亮的地方我们都看到很多细节。但你真的去拿着相机去看的时候，去拍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很多时候这相机拍不到这个功能。很多时候会亮的地方全部都白，暗的地方可能就全黑都是。所以这个是相机的一个 limitation。一个限制，要知道怎么去克服这个 limitation。当这个 dynamic range 太大的时候，有什么办法？就比如说刚才说到，就是拍天空的话，拍比如说拍晚霞，拍很多时候拍晚霞的时候，天会很亮，地会很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那个刚才说的，就是渐变灰烬 gradient density filter 来拍，把天空压暗。地变亮，这是一个方法。是，但是如果是说你没有一个很好的水平线、地平线的话，怎么办？你就没办法用这个拍了，因为这个需要有一个地平线在这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用 HDR 就是 High Dynamic Range， 你就是连续拍好多张，拍好多张之后在 Photoshop 里面合成。如果但是 HDR 有个问题就是怎么样 ？HDR 的话，你的东西不能动。因为你是连续拍好多张，你的东西是那个 subject 是不能移动的。如果我在这边拍一张，我接着跑这里来，我又拍一张，你就叠起来的话，就会发觉好多个人出现在同样照片里面。所以 HDR 就是要保证，就是没有里面没有东西移动。是，如果 HDR 也不行 ，gradient density filter 也不行的话，那怎么办？最后一个办法就是说，一个办法就是改那个重新改 composition。或者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因为人的眼睛总是会往最亮的地方去看，所以很多时候拍照的时候尽量要让那个亮的地方保持所有的细节。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暗黑的地方就全都黑了，就这样子。但尽量就是说，因为人如果去看到照片，看到一个亮的地方全部都是白的，就觉得这张照片不好，就尽量让它保持一些细节。这个是一张照片，这个是在那个 slot canyon 拍的。这个其实这个地方其实最亮的地方是这个地方最亮的。
然后这个地方其实是暗的，所以暗分在这里。其实这张照片的话，你如果是拿去测的话，你如果是测这个光这个点的话，这边是一片都黑的都是。你如果是这边你这边测光的话，这边这个地方就会亮，全亮都是。所以这张照片的话，它的 dynamic range 其实已经是超过了这个相机的能够所承受的那个容度是。这张照片的话，到最后我就选择是用 HDR 来拍的。HDR 的话，我就连续拍了九张，是一张到一张之间是一个 stop difference。所以这第一张，你看到没有？亮的地方有细节，在暗的地方全黑的，什么都没有。开始有细节出来了，看到没有？这边开始有点照，因为这个是 reflective light。这看照亮一点点，但这边的话还全部都黑的，还是不行。这边还是有细节在上面，亮的地方还是有细节的。哎，看到没有？又亮了一点点。但是你可以看到上面这亮的地方，开始慢慢就细节片都开始没有了，就全白了，都是。又亮了一点，再亮，最后一张。这个旁边的，这边其实已经全部都白了，无所谓的，但这边的细节都出来了。最后处理是 Photoshop 处理的吗？对 ，Photoshop 处理，它可以处理九张啊。九张是我自己手去刷的，我一张一张把它刷进去。你抓最后处理是用三张还是九张？我其实不一定说九张都要用到是，所以你要自己去看。全部用到？不一定，你要自己去看是。像有些照片的话。如果有些照片，比如说像这张照片，跟这张照片其实细节还都有的话，我可能就用一张就够了。现在其实 HDR 的话，你可以自己手去做，或者它现在有很多这种 software， 就 Photomatics 啊，那个 Photomatics 的 software， 它可以去自动帮你合成，都可以，你只要把照片丢进去就可以。但我比较喜欢手刷，这样子我有更多的控制，我可以自己来控制我要刷多少张。其实这张照片的话，其实当初我拍的时候。它上面是很大块亮块，我觉得这亮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最后的话我画补了一下，我把上面都切掉了，所以照片出来的话，我就上面那个亮块都切掉，只有一个小的一个亮块。所以这张照片是就九张合成的，从我就给你看一下，这个从最暗开始，一点点一点点亮起来，看到最后是这边的细节都出来了。不然的话，你刚刚看到就是说，要么就太暗，要么就太亮。没办法做成一张。但你组合的时候，上头还是把它切掉一些的。我事后我是把上面切掉一点。对的。因为我觉得亮光太多了，亮光，我觉得一点点够就够了。因为这个怎么说，就是人会去看这个地方嘛，亮的地方。但因为上面还有个亮的地方，他眼睛就会跳来跳去。我一个把上面切掉，就让你 focus 就这一块就够了。对。你那个拍那个九张的时候，你换这个一张的时候，你是换 ISO 还是换速度？就是换速度是。换速度是。这个就是相机里面叫 bracket 功能。对。bracket 功能，我不知道 Canon 是九个。对 ，bracket 功能的话，像这个 Nikon 的话，它的它可以拍三张，可以拍五张或者拍七张或者九张都可以。然后你也可以设它的那个多少 stop， 它可以设三分之一 stop， 三分之二 stop。或者一个少都可以。第二版没有，你是第七版，第二版应该也有。我用过第二版。对 ，bracket 功能。bracket。因为这张照片是没办法用这个 boot 去拍嘛，没有地平线在里面，没办法用。所以这个要用 HDR 去拍。OK， 下面讲到是光，这个 direction， color 跟 the character， 这个光其实就是如果像是这样的话，其实就三个方向，一个就正面过来的，一个从背面过来，一个侧光是，从背面过来的光，可以把全部都照亮，但照亮前面都照亮的话，没有阴影，什么都没有，侧光很容易，因为大家都是拿都收到都同样都 receive the same light，
侧光是非常容易直，但东西派来的话是非常平的直。backlight 的话，会那个侧光会比较难一点，啊，有的时候因为人站着，如果我人站这样站着，我光从后面过来的话，我这脸这边一定要补光是，不然的话脸会太全黑都是。很多时候我拍照喜欢用侧光，45角度或者怎么样侧光是，45角度它会有个shadow出来，就造成一个立体给你一个立体感是，因为毕竟我们看到的世界是一个立体的世界是，但照片拍出来的话。是两体的距离，所以怎么样能够用光把这个世界拍成立体是很重要的。但是测光的时候你用polarize 比较好测。测光不用，不用，不用。测光，测光的话看情况也是要测光的话，不一定说每个都要用 polarize， 要看，不是每个都需要用这个 polarize， 不是说每个条件都是要这个。其实我就像我说的，姐姐，就是说，丢出来的东西好是好，但是呢，问题是它又在镜头前又加了一层玻璃丝。其实这个不管你多好的丢出来，都会影响到你的那个 quality， 都影响到你照片的 quality。尽量就是说不要加丢出来，尽量是不要加修丢丝，除非是真的需要的时候再去加修丢丝。这张照片，就看得到光其实是这样过来的，我是这样站着看，光其实从旁边过来。但是你可以看到这张照片的话，这个 shadow 都出来了，这边都已经 shadow 在这里，有种给一种立体的感觉在里面。baby，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个，这个是一个干的泥巴。泥巴。这个泥巴就裂了，干了之后开始裂开来了，裂开了，但是它这里有很多小石头。小时候它有那个颜色在里面。对啊，但这个都是干泥巴，都是。另外一个想讲到就是 character， 如果是大白天的话，大晴天的话。基本上是太阳就是唯一的一个 light source， 这个时候这个大晴天的话，这个 light 是非常 harsh 的，非常硬的一个光丝，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就是拍风景照的话，我们一般都不会说是在这个大白天去拍，中午的时候去拍，就是因为这个 light 是非常硬的一个光，不够柔软丝。很多时候我们喜欢拍的时候都是在日出或者日落的时候，那个时候光因为太阳那时候还没不是在它顶头，是在旁边，那时候光会比较柔一点，会比较舒服一点。但这其实也要看，就像刚才去特别是在那个纽约去美国西部的话，像这种地方的话，你就是需要这种就是这个，它如果这种是在这个是在一个峡谷里面，你如果是早上光的话，根本是没有东西进来的，它完全就是一片黑的都是。这个地方的话，都需要等顶头光下来。但像这种地方去拍这种 canyon 的话，其实最重要的话。不是去拍这种光，因为这种光是没有细节的，很多时候要看的是后面的光，叫 reflected light， 它的 reflected light 它是太阳光放在一个石头上面，石头打射到另外一个地方，这 reflected light 这就像是那个当初很多时候拍那个婚纱时候，很多时候你拍婚纱的时候，你的闪光灯用闪光的时候，你不是直接对着一个人去拍，你直接对着一个人去拍的时候，这个 light 很 harsh 的一个 light 是。很多时候你的闪光怎么用，你的闪光是对着后面的墙或者对着天花板，你这样的话就是 reflective light， 它这个 light 就很 soft， 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很多时候注意的光的时候是不要去拍这种 harsh 的 light， 要拍的时候非常 soft 的这种 light， 这样才有 effect。 好，很多时候其实不一定说我是刚才说的 soft 的话，其实很多是阴天其实就是个 soft， 阴天的话它光其实很平均的，就是个非常 soft 的光。其实很多时候拍人像或怎么样，其实很多时候你看拍人像，他们都会说，哎，就不要在大天下面拍，有的时候就直接在那个阴影里面拍，阴影里面其他很多时候是个 soft light， 但是 overcast 的时候，尽量就是说不要去拍那个大的景，因为这个大的景的话，这光是很平的，在 overcast 的时候是非常平的光。你这个就是没有一个没有，你如果用这种拍的大景的话，
也很难说拍出一个纵深感出来。所以很多时候在阴影的时候，我尽量会选择拍的小的东西，啊，尽量去体现这个。其实在阴影的时候，阴天的时候去拍的东西的话，可以拍的把那颜色可以拍得非常饱和，是。就像这张照片就完全就是那天是阴天时，没有任何光了。但我就喜欢这个石头上的颜色，是。这个石头，如果你是大白天去拍的话，光照在上面的话，它这光会把这些这个颜色全部洗掉，就一片白的看不到都是。所以就是说，不一定说就是拍照的时候不一定说是要在日出日落拍，其实在只要是知道怎么用这光的话，对这光了解的话，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面都可以拍照都是，就是看你怎么去用这光，怎么来认识这光。这张是白天拍的还是傍晚？这张其实是阴天。阴天。对。就一张是吗？就一张。哎，电了快了。另外讲到就 color， 那光其实是有颜色的，就是如果大白天的话是蓝色，但如果日出日落的话是橘色或者红色或者黄色是。所以就是在不同时间要对这光有不同的认识是。这就三个地方。它的 color， 它的 character， 它的 direction， 这就是要对这光的一种了解是。光也不是说一直都，不是说它也不变，它其实一直都在变，从早上日出开始到日落，它其实一直在变化下去。我想给大家看一个东西，是那个当初那个，因为我没有说在一个地方待过，在一个地方待24小时，这个其实是那个印象派那个莫内，他当初在那个。1892年到1894年，他在那个一个大教堂对面啊，他们租了一个小房子，他在里面整整画了3年，画了20张画，画同样的东西，就一直画，画了20张同样的。他在画什么东西？就是每天不同的天气，不同的光，在这个教堂门口，对这个教堂的那个不同的颜色的变化。有机会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20张照片，可以去比较。比较你每张看的话，它不同的天气的时候都有不同的变化。这个就是这个，它其实这个就是就某面这个，它对这光是非常敏感的，它对这光的变化是非常敏感的。画同样的东西画3年。好，下面就讲到了这个艺术，要不要休息一下？那时候再继续讲下去。好，休息5分钟。但我如果是真的拍照，是说要调到 F11 的话，其实这边有一个很快的窍门，就是说如果你拍照的话，你那个构图已经够好了，是2.8，然后布光也测好了，都是2.8测好了，是不是？但我真的拍的是 F11， 不是2.8，怎么样？我这边在尼康这里是调这个 aperture 的，我就数2.8到11，1、2、3、4、5、6、7、8、9、10。比如到10就到了 F11 了，这边调 shadow speed 的，要记住就是 shadow speed 跟这 aperture 反方向的，所以我如果这 shadow speed 我调1、2、3、4、5、6、7、8、9、10，这个时候 F11 的测的光就跟刚才 F2.8 测的光是一模一样的。要不要再讲一遍构图测光是2.8，因为让这最大光圈，让可以让更多的光进来，可以看得很清楚，到底测那个composition 有没有问题是，这个第一个。但是我真的拍的时候，不是说2.8拍，我是要拍11。我这边可以看，从2.8到11，我可以数
8.8到11，我这个相机从这边转的是 clockwise， 我就转1、2、3、4、5、6、7、8、9、10，比如说到11了，转了10次，我数过10次。但这个时候你的 shutter speed 要跟着变，是不是？因为你的 aperture 就变了，你的 shutter speed 变的时候就要跟着它反方向变，这样才会保持那个是正确曝光，是正确曝光值。这个时候再数一下，1、2、3、4、5、6、7、8、9、10，就刚好了。这样的话就是这个 net 11这个曝光值就跟你2.8的曝光值是一模一样的。你不用再说，你不用再调到 F11， 再去看看，再去调这个 shutter speed， 所以要测光多少，你就数十次就可以了。你就数一下，一二三四五，这边你就数五次的话，反过去就是五次。你刚刚那个点啊，你那个 Nikon 为什么只有十次呢？我就打个比方，不是打个比方，就是你要数嘛，就从2.8到11嘛，你数多少次？你这边数了多少次之后，这边反的时候也反多少次？你也可以这样算，就是2.8到11几个 stop， 这样乘以3，然后就多一个。可以，也可以算嘛。但是我有的时候算不清楚的话，我就直接这样子，比较土的方法就这样子来拨一下。好，下面讲的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构图式，其实。这个构图的话，其实是比较那个，这就是艺术方面了，就已经不是说技术，这个不是 technical 了，因为就技术了。composition 啊，这张是我找到的一张，就其实就是个 overall diagram， 最底层是一个 structure。structure 的话就是一个结构式。你要问自己说，我到底想拍什么？这个还没有说真的到这个 composition， 就是你要想清楚我到底想拍什么。我需要，就说比如说一个，你看那个红房子加一个天空，你要跟自己想清楚，要跟自己问自己说，我拍的什么东西，我要拍的主题是什么？我要拍的主题真的是红房子。我拍了红房子之后，我要加什么东西？这个天空加进去还是怎么样？这个都是这个，有了一个好的结构之后，你再去想这怎么去构图。这个构图的话，你就开始想说，我要怎么去把这个房子放在哪个位置，放在三分之一位置在哪里，都要去想。最后最重要的地方是你自己的 vision， 要自己眼光是，这个眼光你的 vision 才是让你的照片跟别人照片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就 vision 的地方。这个三个都是很重要的，很多时候 vision 怎么拍，站着拍、低着拍，都会改变这个 vision 是，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这 structure 是个基本的，是 telling the story。你这个整个 structure 是看整个 image， 不是只是光看你的 subject 是。要问自己，你到底在拍什么东西？我想拍什么一个目的？我要讲什么样的故事给大家看？compose 决定什么是重要的，哪些要加进去，哪些不要加进去。决定是要拍横的，还是拍直的？决定这个 subject。放在哪里，可以放在黄金分割点都可以，但其实像这种黄金分割点或者是说这个 space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些基本的东西。另外一个重想讲的地方， keep it simple。 拍照的时候，拍照跟画画不一样，画画的时候给一张白纸，你既然站在上面画，画到适可而止你就停下来了，你不用画太多，画太多就画成天竺了。拍照不一样，拍照就你前面很大的景在前面是，但是这个时候你就要决定哪个东西是重要，哪个东西不重要，什么是我的 subject， 什么不是我的 subject。 不是我的 subject 的话，我怎么样要不要包括在我的照片里面，还是不要包括在我的照片里面，这个时候都是需要去考虑这个 composition 是。另外一个讲到就 border patrol， 这边不是讲的墨西哥跟德州 border patrol， border patrol 是讲这个照片的这个旁边的框框，很多时候一个小数字伸出来或者一个东西伸出来的话，这都要注意的。就当你整张照片看完之后，眼睛要附近要走一圈，保证就是旁边这种小数字这种东西都没有事，这样就不影响到这张照片。啊，没电了吧？不会吧，完了，要不拿我电脑？你没有电，但问题是我没有放在那个哦，整个体积。
电的 USB 啊，是 USB 啊，他们用他的电脑里面。没带 charger 的，不好意思，我下次讲吧。对对对，很好很好，会唱个歌好了。那讲不用上面的，下面 OK 下面一个 subject 的话，修照片。不用，没办法修照片了。对啊，下次讲，下次讲。那我们最后讲的东西就是讲最后一部分，就是关于这个拍照的这个ethic 道德，对啊，道德对我来说三个事情，一个是 honesty、integrity、professionalism 三个事情是，对，要职业，要尊重别人，要有那个 integrity。这个道德的话，就是说，不管是你去拍照，一直到后面处理的话，都要遵守这个三个规则是。我们像我们这种，像我们去拍照的话。特别是我们这种去拍 landscape 的话，要尊重两个事情，一个是对环境的尊重，一个是对个人的尊重。环境尊重就是说，我们去拍照大自然的话，不要去破坏大自然。如果它一个 trail 的话，走就 trail， 不要去走 off trail。你去走那个走旁边的路，你把那些花草都踩坏了，其实这个都会造成土地流失。啊，其实像前几年那个，然后很多时候有垃圾的话。你什么垃圾带进去，把垃圾拿出来，不要扔垃圾在池子里面。前几天有那个 Michael Vitale， 他其实在那个 Zion 那个国家公园外面，他有一个 gallery。但是就是有一年那个 Vitale 他是去了那个 Arch National Park， 他去拍照，他在那 Delegate Arch 下面生了一个火，他想把那个用的烟，就拍那个 Arch 有烟的味道这样子，但是问题是。他用这生的火的时候，把那个 Delegate Arch 下面给烧坏了，下面是灰黑的一块，洗了很多次洗掉那个颜色，他就被他烧坏了。但因为这个事情，他后来还在那个 Canyonland 也做过这同样的事情，也被抓到。他这个人因为这个抓到，这个是联邦政府的犯罪，最后他是上法院的，他是禁止去国家公园禁拍一年是，那他一年所拍的所有照片都会没收，然后他还被罚了还5万块好像是。所以这个就是说，对这个环境，我们去拍照，但是尊重这个环境，不要去破坏这个环境。中国其实很多时候，像我以前去云南这种地方拍照的时候，我经常会看到，当然很多其实中国人还喜欢用拍胶卷，那胶卷那个盒子，中国很多人拍照胶卷装好之后，他就扔了，就垃圾就不会说是真正收自己收起来。所以去拍照的时候，经常都带塑料袋，有垃圾放在塑料袋里面拿回来，这个尊重环境。第二个讲到的尊重别人，去国家公园这种地方，别人跟你一样有同样的权利去享受这个地方这个美景，不要说哎我要拍照了，我就站在前面，人家在放你前面我就开始拍了，不要这样子，就尽量就是说，如果他已经站在那边的话，尊重他，他有他的权利，想办法绕过他，在哪个另外一些地方拍照。上次我在让国家公园就碰到这个问题，那个人就非常粗鲁，他在拍照。他马上就大声喊说：“哎，你们都走开，我要拍照。”然后当初说真的，所有人都停下来，就等他一个人。前面、后面，因为走那个 narrow， 后面也不能走，前面也不能走。他会喊的，如果你在他前面的话，他会说：“哎，你在我镜头里面，出去。”就这样子，他不会让你走，一直等到大家真的等了半个多小时等他。是，所以这个人就是这么拍。但其实这个就很不道德的事，所以就说去拍的时候。尊重别人，尊重环境，这想讲的两个地方。后面回来之后修照片，如果任何照片修的话，有任何大的改动的话 ，crop 颜色调亮一点 ，contrast 调亮一点，颜色调新一点，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当你是说把这个树移到这边来，或者把这月亮拉过来这里的话，讲一下，讲清楚，让大家知道这张照片不是原照片，是经过了一个数码处理师，后期处理师，这样大家可以知道。其实那个阿尔沃夫他写了好几本书，当初的时候那个他这个瓜也是蛮有意思的，他当初写的书他前一面一页就是说，他说 digital image， 但是自己没有想得很清楚，说这 digital image 他是处理过的，所以后来有些人就出来说你这个照片都不真实，都改过，都是他说哎，我说过了，我这边说 digital image 啊，这 digital image 代表我改过了，是
但其实很多是真的做一个职业摄影师的话，你拍张照做任何后期处理的话，如果是那种大的处理的话，一定要说一下。这个就像以前那个中国新华社有几个记者，当初他们那个青藏高原那个公路铁路开了的时候，他们去拍了张照，他们就想说是这个铁路没有对这个青藏高原有任何破坏。他们去当初在其实拍张照片的时候，前面有几个那个青藏那个路在小路的前面，那个迪尔的前面是在铁路前面，但当初他们看的照片就是说，哎，这照片那个动物不够，怎么样 copy paste 加了好多个，但是这照片一看就是假的。其实像这种照片都是，就是说你一定要说，就改过之后一定要说。这种事情发生过很多次，像那个路特社有个记者，他也是拍张照片，他拍的照片是那个是在叙利亚内战的一张照片，有个叛军在打枪，但是他当初就觉得这个，他当初拍的时候正好旁边有一个水瓶子，塑料瓶子，他觉得这瓶子不好看，他 Photoshop 拿掉了，但他没有说。到最后这个原照拿出来之后，他当时马上就直接被那个路特社给发掉了。因为他其实是 valid 的，就是这个路特社的 integrity， 这个 professionalism， 就说你没有，你当时做的话要说，不能那个。所以这个就是说，作为是个摄影师的话，就遵守这三个规则： integrity、 honesty、 professionalism。不管在外面拍，在后面修，都要遵守这三个规则。不好意思，今天最后一段没讲到，下次再讲。今天我们要特别谢谢 Cheryl。